Je comprends mieux pourquoi les super-héros mettent leurs slips par-dessus leurs pantalons. Top 十。小师妹，你听我说，我当着所有师兄弟的面，我可以发誓，谁看你洗澡，谁就不得好死，天打五雷轰。Top 十一。Top 十二，只能承受八厘米的。啊，那我还行，我能承受十厘米的，不过再长就疼了。Top 十三，姑娘们来，快快快，不离不能，机会不等人了。36D 34C 哇塞 34D 太幸运了，这群女孩个个是魔鬼身材啊，太惊人了。 Top 14。 你话呢？你信我把你的嘴缝到你的屁股上吗？不让你白回答，我可以用我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跟你交换。嗯，怎么动心了？嗯，我怕你回来把最宝贵的东西给我。哎，你说你那东西给你未来丈夫不好吗？天赋，我说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天赋。个人参与的游戏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，可以很甜蜜也可以很激烈。要不要给你演示一下？ Top 十五。花花是什么项目？哥，你点这个项目我做不了啊。怎么了？这是女的给做的，我不行。它是个什么形式的呢？就是啪啪啪，你不知道啥？你们老来吗？啪啪啪！哎，你快啪啪一啪啪，就摩擦一摩擦那个。Top 十六，喜欢你，咱俩在一起试试行吗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腰！天赋耗尽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你们家床垫太软了，给我。Top 十七。